刑事警察局已经做完影片的比对，那其中的一个这个辨认的软体哦，已经比对是61.5%是身伟变造的，影中人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根据台北市警察局的说明，那么刑事警察局已经做完影片的比对，那其中的一个这个辨认的软体哦，已经比对是61.5%是身伟变造的。那调查局的小组的辨识也是同样的结果。我们希望这个司法单位哦，可以追查这个变造的影像哦从何而来，厘清真相。那我已经多次声明哦，影中人也不是我。那希望这种以这个 AI 技术做的这个身伪影片要追查来源。